哎，你说，哎，喂，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呀？沈浩跟你在一块儿吗？哦哦，对，你告诉他，严小晨明天就要去美国了，你让他自己好自为之啊。好，哎，拜拜，先挂了，好，没问题，沈浩，猴子。猴子，你坐下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快点。严小晨，你有病吧？有什么快说。严小晨，明天要去美国了。冠军啊！哎，真想不到啊，你不务正业还能玩出个冠军来！你就吃东西。我这叫正经的不务正业。我告诉你们啊，只要坚持做一件事儿，坚持个几年，一定会做出成绩的。比如说我追到彤彤。哎，你这当众撒狗粮有点嚣张啊！怎么着？是谁曾经说看不上魏？魏，看不上什么？魏彤，看不上我是吧，赵雨华？开玩笑，开玩笑，看不上我是吧？你他们瞎说。你给我记着。魏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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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魏彤。
我们结婚吧。哎，你别跳，你别跳，你在砸着我。你等着我啊。本来我今天也打算跟你求婚的，没想到让你抢先了。刚才看你跳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反正我赵玉环这辈子没你不行，你得嫁给我魏彤。那我答不答应？你怎么可能不答应？哎，是你先跟我求的婚啊。我能求，你能求吗？那你嫁给我吧，好不好？嫁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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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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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嫁给他。亲一个，回家亲。Olivia, I heard you invest in the other big project. Nice work. Thank you. Same to you. Olivia, let's go for dinner, shall we? Sorry, I have a meeting right now. Maybe until next time. Okay. See ya. Olivia.Hi. Your analysis report is quite perfect. Almost impeccable. Why didn't it pass? How about this? I'll give you 1 minute. Tell me, why do you think this company is worth to be invested? As an investor, what you need to analyze is the thinking and behaviors of the founder and that data. Investment is a dialogue between investor and founder. We need to do a complete analysis of a person, then to decide if it's worth an investment. Follow me. Okay. The development of a good company focuses more on spending to invest gradu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vent all kinds of risks.Miss Olivia,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From the data you provided, it's surely a good project. However, your profit model only focuses on the high returns in very short time, but don't give any ey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We are afraid of this irresponsible model will not win our trust. Therefore, we're quite sorry that we're unable to invest your company. I can't believe it. The presentation was perfect. Yeah. The project was good. I don't understand. Yeah, what the heck happened? I don't know. Okay, I see what's wrong with my report. Good.I'll give you 2 days to modify. Olivia, thank you. It's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you. Yan Xiaochen, 史密斯先生可是连续两届获得设计大奖的创始人，你把人家给拒了。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看来现在一般项目是入不了你法眼了。我最近啊，又看中了几个创业公司，你是不是抽空帮我参谋参谋？又想骗我多干活呀？我年底给你双倍奖金，三倍。成交。Please tell Mr. Smith, I'm very busy. I will find another time to meet him. Okay?OK, bye. 项目资料看了吗？大概看了一下。有感兴趣的吗？也就那个在线教育平台还不错。你也这么觉得？当然了，
那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项目。那个公司虽然才创立了不到3年，但是在业界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好多家大公司都想抢投。不过听说那个创始人对投资方特别的挑剔，所以我思前想后觉得好像只有你回去谈最合适了。所以你意思是让我回国啊？怎么啦？都3年了还不敢面对啊？我只是还没想好必要回去的理由。你放心，如果你不想回去呢，我是不会强迫你的。我会把这个项目更详细的资料发给你，你先看一下，看完了再决定好不好？好。Cindy， 我已经找到回国的理由了。啊，可以，没问题。会议就定在下午2点吧。嗯。对了，你把上一季度汇报资料也带着。还有就是那个，稍等一下。喂，马总，你们到了。好的好的，我马上派人去接。哎，好的好的，下午见啊。还有就是下一个季度的策划案，别忘了啊。干嘛呢，鬼鬼祟祟的。老大让我来找乔总签字，不过乔总在忙，我不敢进去。你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帮你递过去。太好了，谢谢姐。哎，管谁叫姐呢，叫我 Lucia。 Lucia Lucia。不过乔总可真够辛苦的，听说程总一年到头来不了公司几次，几乎把所有工作都推给了他。胆子够肥啊，跟八卦大老总，还不快工作去。好的姐，姐再见。喂，我发给你那2张照片你看了吗？哪个好看？我上班呢，我晚上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那是我重要还是上班重要啊？当然是上班重要了，你不上班还有赵玉环养着，我不上班我就吃土了。唉，你说当初都是一个宿舍的，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小陈到美国都去当投资经理去了。再说你不还有威廉吗？赵玉环快点。知道了。你说的对啊，我要是真失业了，我就让威廉养着我。大叉，那个，你要举行婚礼的事情通知小陈没有啊？通知了，但是打电话打不通，信息也不回，估计飞着呢吧，也不知道这次飞哪儿去。最好是飞回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Lucy， 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那个第一套比较好看。赵玉环，你是狗吗？啊，穿成这个样子你要去结婚啊？等一下，等一下，等，谢谢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怎么来公司了？他谁知道啊？估计被老婆从家里赶出来了。哎，接过一下，接过一下，不好意思啊，接过一下。来，来，哎，
赵总好。几点了？9:37。你迟到了7分钟。你知道7分钟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7分钟公司能创造多少价值吗？对不起，赵总，我错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迟到了。我错了。你不用道歉，道歉能挽回你迟到的7分钟吗？我警告你啊，赵总。沈总好。教训别人的时候，先审视一下自己。你也迟到了。跟他讲，都是公司的一员，只不过职位不同而已。奖惩制度适合于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赵总，以身作则，扣你这个月奖金。啊，赵总再见。谢谢。吃好。沈总，沈总好，沈总好。嗯。你行啊，沈浩，跟我还摆架呢。你行。哎。哎呀。就是亲哥们儿才时时刻刻督促你的。今天已经周四了，你这周才第一次来公司吧？我这两天不是忙活婚礼的事儿吗？你不知道我家那姑奶奶有多可怕？昨天一天啊，试了20套衣服，我陪她试到凌晨3点，困得我眼皮子直蹦迪，你知道吗？我还不如在公司加班呢。当初是谁为了兑现承诺跟魏彤结婚，拼命拿个赛车冠军来着？要不说你比我聪明呢，啊，这3年一直待着，不是一身轻，对吧？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哪天想不开又想结婚了啊！我倒是想结婚。前几天我没来，也不是因为公司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吗？我知道今儿下午不是那个美国投资人来吗？我这不就出现了吗？我告诉你，这就叫一个创业者敏锐的嗅觉。人家来是来了，您呢？您就打算用这副尊容去见投资人？我这不都说美国人穿的随便吗？我这叫不入乡但随俗。我这牌子，行，我去换去。等一下，送你本书。我谢谢你好吗？你好，请问您是严经理吗？啊，你是？我是。
严经理一直皱着眉头，是有什么疑惑吗？不妨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资料虽然准备的都很齐全，但是仔细看下来，内容都很模糊啊。坦白的说，这些资料确实是我们在一两天之内匆忙整理出来的。面对投资还如此漫不经心，看来沈总是对这次合作不太感兴趣。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您经理商业无道。我尊重每一个合作方，但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攻坚阶段。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在加班加点的为自己的新项目而忙碌。况且，滴水不漏的资料，不如你严经理眼见为实，并不是我自吹自擂。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被梦想所指引、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内。那沈总的梦想是什么呢？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这个公司的梦想。我记得在八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公平的。从那以后，我就想创立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知识改变命运，在全世界，教育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毕业后的某一天，我在一个小仓库里和我的同学们还有我们在聚会，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有一句话说得好，远行的船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它却能给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了不起。伟大的理想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吧。从目前来看，贵公司的盈利模式非常不明朗，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也都是免费的。从财报上来看，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所以即便如此，沈总还是依然对自己的理念很自信吗？严经理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那说明了一点，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将科技和教育结合在一起，降低知识获取成本，海量吸纳用户，提高 AI 学习能力，形成了独有的算法，从而使我们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我这个人没那么轻易放弃，我始终相信一句话，种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严经理，您稍等，我去找司机把车开过来。好。小陈，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晚上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我一会儿还有工作。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公司啊？后天吧，我明天要去处理一些私事儿。好，我等你。先走了。Hello， 你什么情况啊你？你回国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赵宇环告诉我，都不知道你在上海。哎，他们俩吓得是不是魂都没了？沈侯倒还好，
就赵雨环见着我就跟见着鬼一样。那也不意外啊。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是一副没见过大风大浪的样子。你可不就是他的大风大浪吗？哎，你这跳楼求婚演的是哪一出啊？就突然想到的呗，好玩呗。行，你要没事儿你就来我酒店呗。好酒给你备上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等着啊。干嘛去？跟你没关系。庆祝我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姐们儿 ，Cheers！ 干了。你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别提了，我都快累劈了我。哎，你知道赵雨环这个人的品味啊，真让人不敢恭维。我觉得他这辈子最好的眼光一次，也就是看上。妈呀，这口狗粮可是让我吃的猝不及防的。哎呀，本来我是不想办婚礼的，就是个仪式，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但我一看我妈那副期待的样子呀，妥协了。你是不是还没去看阿姨呢？哎，我还没来得及去呢。你别担心。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虽然还是什么都不记得，不过气色挺好。这一年多，谢谢你，总替我去照顾我妈。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敬我最后的单身生活。加两杯。哎，你喝慢点。你不能喝，你就别喝那么快。你还记得上次你喝多了吐人家一车，还是我付的清理费。我这次还让你付，快再倒两杯，快点。这杯叫单身生活。那我这杯呢？你这杯就叫重逢吧。漂亮。来，走一个。来，慢慢喝啊。其实。沈红这三年来一直在找你。我声明啊，我严格保密，没有向他透露一点，连赵雨环我都没有说过。倒是你啊，你回来竟然主动先去找他。哎，我这可是因为工作啊。你说这个时候接到这样的项目，谁说就不是缘分呢？沈豪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对了，你还没说呢。你今儿碰着前妻什么心情？你不用笑，我告诉你，今天看严小晨的时候，你眼睛都直了，知道吗？跟探照灯似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哎，不过你今天这通慷慨陈词，我佩服了。我估计严小晨也后悔，后悔当初抛弃你。他真的变了很多。对，变了，变得更可怕。你瞅他今天坐在那儿，那个冷冰冰的样。哎，你说他这次回国，是不是就想公报私仇啊？借着跟我们谈生意来报复你。他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恰恰相反，他知道是我们的公司。还愿意来接洽，你不觉得这反而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了，说明咱们公司好，人人都想投。这个严小晨今天还说咱公司啊，这不行那不行的，他就是想让我们把公司便宜卖给他。你不了解他，这些啊都是谈判技巧。我反而觉得，他今天是有意在试探我。猴子。是我没长大还是你没长大呀？啊，三年了，你给他打过多少电话，发过多少短信，他理过你吗？你怎么还在这自作多情啊？你不用瞪我，瞪我你也是自作多情。我跟你讲，自作多情这方面，我赵雨环自叹不如，好吧？那打算怎么着啊？追他回来啊？
他当年受了那么多伤，我也无能为力。但是现在，他如果肯再出现，我觉得肯定会有转机。申思集团旗下的设计师陷入抄袭丑闻，对申思进行两轮投资的华金资本正式宣布撤资，导致申思集团陷入资金危机。接下来为您播报下一条新闻。首先来看一个数字，8.2%，这是2011年上海资本公司。喂，心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有点冷。多穿点。怎么了？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多穿点啊？你说你穿个比基尼满世界逛悠，它能不冷吗？是冷啊，要不然你买张机票过来给我送点衣服呀。你把酒店地址发过来吧，我给你寄快递。姓乔的，你够大牌啊。我都主动邀请你多少次了，你一次都不来。等会儿，不是您说的吗？您不想看到我了？我这不是信守诺言吗？哎，我跟你开玩笑呢。这不都怪程志远啊，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推给我了，自己玩消失。我倒是想去，我没办法过去。也许他觉得还有比公司更重要的事情吧。哎，对了，严小成回国了。什么时候？刚回去不久。不知道他们俩要是遇见了，哪个会先崩溃啊。哎呀，小陈又来了。哎，李姐来了。哪有你这生意好呀？来来来，哎呦，就这老刘，啊，去买水果啊，新鲜吗？不新鲜，我买它干什么？不是当我傻呀？哎呀，老刘，你误会了，我老婆她不是那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哎，你误会了。因为我听不出来呢，你们欺负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特别过瘾吧？不，你怎么？谁欺负你啊？你不能这么说话的呀！老刘的脾气现在要我怎么说？见人就骂。一点道理都不讲了，哎，还整天说自己的女儿不是，有这种当妈的吗？是啊，人家按理说人家那个小晴啊，挺不容易的，还到国外去打拼，那每个月按时把钱都给他寄回来，你说他在讲什么呢？你知道吧？去年他女儿大老远的从国外来看他，他硬是没让他女儿进门，还被人赶出去呢。不要在背后议论人，有本事当面说。不是，哎呀，有意思吗？这样，我问你，有这么关心的吗？你没事吧？谁呀？滚！你走！你这个杀人犯！他就是撞死我们家老严的这个杀人犯！就是他呀！滚！哎呀，丧尽天良了你！滚呐！哎，你快走吧你！不要弄脏了我的橘子，滚！哎，你快走，听见吗？
不走啊？走！啊，快走吧你！老刘，你没事吧？要紧吗，老刘？老刘。已经不在这儿住了，搬走了。小妹妹，那你知不知道方一搬哪儿去了呀？哎，豆豆，哎，回来！哎，听见没？回来！他怎么了？他生了一种病，叫阿什么的，反正我也不懂，就是不记得事情了。那您知道这个疗养院在哪儿吗？他应该不想见到你。我只想确认他的安全，求求你。在苏州，在苏州的阳山养老院。知道，谢。哎，真是造孽呀。